东部落非常骁勇善战，经常侵袭周边的部落，新生的妃子部落自然成为了他们攻击的对象。之后归荣长期与嬴姓部族发生征战，秦妃子被迫在秦亭（今天清水县秦亭镇）筑城自卫，不断图强，最后成了诸侯国秦国的开国君主，号称秦嬴。后来秦武公十年（公元前688年），秦人西征灭了归荣，疆土扩展到这里后，在这里设置了归县。归荣被灭后，那里的人多被迁移到了如今陕西渭南市北部一带，后来将归荣最原始的聚居地称为上归，渭南迁徙的地方称为下归。西汉武帝元鼎二年（公元115年），因上有清泉四柱而下，所以在这里设置了清水县。汉唐时期，这里为秦陇地区的交通中心、军事重镇。安史之乱时，吐蕃趁火打劫，将这里吞并。唐宣宗时期将其收复，并改为镇。在清水县城内设有陵园的名人，就是威震匈奴、平定西羌的西汉名将赵充国了。赵充国是陇西的上归人，年轻时就研习兵法，通晓四夷事务。在其38岁的时候，他随李广利攻打匈奴，不幸被匈奴大军重重包围，断粮了好几天。赵充国率100多名将士突破包围，攻陷敌阵，全身有20多处受伤。李广利将情况上奏给汉武帝，汉武帝亲自接见，并探视赵充国的伤情。之后，他便一路升迁。赵充国70多岁的时候，领骑兵不满1000人，仍然督兵西陲，以平定羌乱。因为他见图像置于其